那如果他又是依赖着控球，上个半局的失投就会比较多一些啊。哇哦，现在陈子豪被赶出去了。兄弟外野手陈子豪被主审拉弓判三振出局，怒飙裁判马上驱逐出场。陈子豪刚刚在被三振之后，好像讲了一个公园。然后就被赶出去了。陈子豪拎着球棒走回休息区，对于主审好球带相当不满。再来看一下，来处理。再看一次回放，球是走在外角，陈子豪站着没出棒，透过现场提供电子好球带，球在九宫格六号位旁边，应该是坏球一颗。刚从九宫格看的话，这个球，陈子豪并不是单一颗球不开心，这个打席第一颗球。投手球走在内角近身，陈子豪站着没挥棒，裁判倒是举起手，好球一颗。当下陈子豪没多讲，旁边电子好球带球在七号位旁边，一个打席就有两颗误判。林金达主审大手一挥，驱逐出场。不止兄弟球员冤枉，魏权也吃闷亏。外角球者林金达先生的拉弓箭，吕彦青一颗外角低，裁判也买单拉弓箭，让刘基宏站着被三振。这场主审是林金达，几颗误判被网友大酸。PTT 棒球版有人留言，变形金达不意外，讽刺好球带就像是变形虫。也有人统整这季职棒开打后被驱逐出场名单，包含陈子豪四件事中就有三次是抗议好球带。好坏球与否，规则上不能挑战或是要求辅助判决，是由主审说了算。TVBS 新闻台中综合报道。请支持 TVBS 国际 Plus 全新频道，让您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接轨全世界。恳请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